16张抽诸葛如何？我跟你讲，我们先来累积个小小的几率，好不好？当小小几率不知道有没有用。求贤令单抽。单抽三张好了。对，我总共是 R 级的呢哦，然后 UR 一张 ，LR 一张，一张五号，一张是升级。好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16张，我们先来个两张单抽，16张。16张中诸葛，这个合符的几率应该会提高才对，是不是？单抽两张，然后我们就给它喷下去，好不好？啊，你还是 R 级呢，然后再来就是四抽。这个亮光应该是没有。这个亮光都是 R 级，有一个 SR 的哦，这是保底吧？对，这是保底，这个是保底。好了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用十抽升级。十抽升级啊！麻烦一下我们的狼爷城下抽诸葛，因为他是狼爷郡的，他原始出生地就在这里了。好了，来了来了，该面对还是要面对。升级了没？亮光，这个亮光。这个亮光有升级，看那个龙头，哎，靠腰嘞！这龙头怎么这个龙头是看不出来是 UR 还是 LR 嘞？这个头不是红色，也不是水蓝色，但是有机会哦。你之前的，哎，这第几抽啊？靠腰，我一直按没数哎，是不是下一个？啊、来了，中了啦！靠腰嘞，输死啊！有吧？他中了一个司马懿给我啊，但是也算不错哦。原来是不用看到红头，也不要看到水蓝色的龙头，他给你一个。金黄色的龙头就让你有机会50%升级变 LR， 是不是？有没有很夸张？但是他不是给我诸葛、啊，他给我司马、啊，我在狼爷城郡
狼爷郡下抽诸葛，他给我司马，那我是不是要去司马的城去抽诸葛啊？